好像你一醒来，哇，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今天是拜几，是早上晚上。偶尔你都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谁，所谓现实的一切一切就慢慢的不见掉，你不觉得很可怕吗？我觉得那个是超可怕。要拜访的看护者是 Danny 和他的母亲田女士。嗨 ，Hello， 嗨，安迪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雷欣。安迪，你是田金儿吗？对，是啊。怎么这样？哦，没有，我来看看你啊。我不进。啊？我不进。我不进。我们是好人啊，安迪。你放心啊，哈。哎，你今年几岁？78岁。你有几个孩子？一个。啊，你孩子来有在家照顾你吗？就跟他吃饭都不懂了。啊，你懂你儿子是谁，叫什么名吗？我刚刚很久没有回来，他回来。谁很久没有回来？他很久没有回来。我没有碰见他。我看你儿子有没有在家哈 ？Danny。哎。有嘞。啊 ，Hello。哎，你好，你好，我是 Danny， 我是雷欣，你好。哎，你好，你好。所以你是？他男朋友。他是你男朋友吗？不是，不是，他是谁？不懂，不懂，什么不懂？你不懂。哎，安迪现在几岁？84。你们家就只有你们两个住在一起？还有我的 helper， 多一个帮佣这样子。请问妈妈是什么样的症状？什么症状呢？安迪，你什么症状？没有，他说没有。千金小姐症状哦？不是，轻微失智症。失智症。那你懂他是谁吗？不懂啊，不懂，你摸他的手嘞。我们家宝贝什么？宝贝儿子。嗯。从什么时候开始？2年前，爸爸走了之后就。全部都不不讲的，我有讲多的，你们不要听。哦，没事没事啊。有啦有啦有啦，他们有。哦，我有，你听完你再讲话哈，没事哦，没事 ，OK， 来，没事，请。没有吗？没有啦。笑笑，快点。笑笑。笑啦。笑笑，快点。啊。给我吃东西。要不要？不要，一口完一口完。好吃吗 ？OK OK 哦，是怎么开始觉得是有失智症的状况？吃很少，连每天睡觉，人就担心啦，人就送他去医院了。当你发现他有失智症的时候，你了解这个症状吗？不了解。所以医生跟你讲妈妈得了失智症，你可能也没有办法马上接受。不好受啦，当然。我不知道怎么帮，我觉得无助。我每次把我放在妈妈的角度，好像你一醒来，哇，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今天是拜几，是早上晚上，你根本不知道，连偶尔你都不知道那个在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谁。哎，李健。哎。煮饭。你要煮饭还是我煮饭？你。煮饭给谁吃？这个啦，这个你不会。哦，宝贝，宝贝什么？啊，宝贝。宝贝什么？宝贝。儿。儿。儿什么？
不懂啊，他怎么？我看到很亲的人 ，I cannot help, I cannot do anything。所谓现实的一切一切，就慢慢的不见掉，你不觉得很可怕吗？我觉得那个是超可怕，尤其是记忆。If memories can be frozen, then I think dementia is not very scary anymore because we can freeze it. 很害怕吗？会啊，当然。我已经没有自杀。失智症的人可能他不会有太多的感觉，可是对家人来说应该是很痛苦的，因为一天一天看着你最爱的人，他不是他自己，然后可能他会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伤害家人的事情。照顾妈妈最辛苦的部分是什么？她吃得很少，当然营养就不足，对吧？所以他就是有那个管子喂食啊，早期啦就不要咯，因为他一直说他已经吃了，就要跟他挣扎。哎，我不是啪把东西撒到满地都是，记得吗？啊，他就很怕。你记得了？应该记得吧。OK 过去了。不会了，以后不会了。人就跑去楼下哭啦，当然人上来就看你坐在这边。跑进来躺在他的边，然后道歉啦，当然，然后他就哇，妈妈出来了，啊，谁欺负你？为什么哭了？哇，哭了更大声。因为当然有时候我会发脾气啦 ，slam the door 这些东西。然后我问他，我发脾气，你会怕吗？他说他没有怕，他是伤心。我听了就记住了。曾经想歪过啊，去老人院啊什么，不过再回想，不可能了。妈妈以前有去 daycare center， 第一天送她去，我回到家，好静哎，我只听到那个风扇那个咯咯咯咯咯，啊 ，finally， quiet peace， 她就开始哭，那太静了，没有妈妈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不能想象如果。我不能想象，如果他不在的时候，我会有什么反应哦。他在暗示我帮他按摩。在他就是还没有失智症的时候，也是会有这样的行为，比方说他会叫你帮他按摩啊。会啊会啊，因为咧他是十个兄弟姐妹，他最小，最小名算啊被宠咯，爸爸又是开船厂的嘛，所以他有千金小姐的 bad fun 啊。就是他一路是被疼爱的，那你爸爸也是疼他的，你爸爸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哦，没事，没有啦，没有，没事，没事，没事吼。不要讲，好，不要讲哦，我们不要讲，好，不讲，不讲这个，好，不讲这个，好，我帮你按摩，好，没事，没事。妈妈这样的状况对你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吗？很大，跟朋友见面少啦，很大的影响，不过也是 OK 啦。我以前是在拉塞尔艺术学院做 marketing， 我也借这个机会要陪妈妈人就辞去那份工作，就
全职画画。两年前就在红帽桥买了一间私房室，就把它变成一个我工作和画画的地方。从小我就喜欢画画，妈妈她有栽培啦，她是我第一个 critic， 怎么讲？给你评价的人。对对对对对。可是你脸很臭啊！脸很臭，谁脸很臭？他脸很臭，因为他画画压力很大。我看他，我就要晕了。他很有在融入我们的话题耶，他有在听我们讲话耶，所以他现在看你画画，他也会给你评价吗？会，跟你心里想的评价也是一样的。所以妈妈其实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对，因为是艺术，报道有讲艺术对失智症这一方面有帮助。所以你在发现妈妈失智症之后多久开始停止你的全职工作？半年吧。你这样子不会很担心收入变少或者很不稳定吗？梦耶，是个梦想，是个梦想。作画虽然不能够带给我金钱或者是物质上的满足，不过我找回自己，找回快乐。这妈妈的症状算是很严重吗？不会。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就是全职照顾妈妈？小时候跟你的感情不怎么好，所以我觉得是 God giving me a second chance、妈妈她很严格的一个人，她是娘惹的女人都是在家里面会比较掌控任何事情的。每次好像我兴致勃勃跟他讲，哎，学校发生什么东西啊，他就说，哎呀哎呀呀，就是一把冷水这样。长大了就叛逆啦。Teenager 的时候很喜欢粘海报啦，回家哇，通通不见掉，丢了 right 啊，连。你猜我怎么样报复？因为我负责折衣服，折不爽丢。那妈妈不是很生气？我不知道，因为那时我是不管她生不生气。妈妈对你很严厉，可能你有一些不是很好的回忆，可是你还是愿意牺牲掉自己的生活来照顾她。妈妈嘞，你有几个？我一个而已。伤什么心？姐，姐，姐，来握你的手。我要手，来，不要伤心，安迪，不要伤心。你伤什么心？帮你按摩哈，好不好？你现在很辛苦呗。帮你按摩哈，可以哈。没事没事，安迪没事 ，OK 没事。要按摩，有，我有，好，好一定的这样，要这样的哦，这样的、OK, 这个力道可以哦，这样轻轻的哈，轻轻的，慢慢没事哈，要水好不好？水好不好？喝点水。可以哦，有你的名字，怎么读？读先我才给你。妈，错，就是妈。妈，其实有时候对失智人一直这样呵护，我觉得是不对的。不是说不对，不可以过度的呵护，因为会纵容他，造成他们的依赖性很强。每次我坐在这边，他的杯在这边呢、他喝完了，他递给我，叫我放在这边。我说你不会放啊，你桌子在这边。所以有时候还是要狠下心，就是训练他有一些要独立的东西，把他们当成是 normal 的啊。要帮忙吗？就做啊，这样子就可以。你做完这个就没有做了咯。要运动吗？对不对？啊，好啦，要弄做完先，我还是痛，我很多东西做嘞。
那不是好好咯 ？Very good, right？ 嗯。我照顾妈妈的方法是尽量让他们做自己能做的东西，那就会刺激他们的脑，让他们自己去思考。你不要什么都帮他做正的，你跟他做错的，如果他会纠正，就是没问题。我觉得旁人看 Danny 跟妈妈相处的方式，可能会觉得他是不是有一点不礼貌。可是其实听过他解释之后，我觉得他是在刺激他妈妈的一些生活的能力。那像田女士这样的状况，她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个孩子。那如果再继续宠爱他，她就觉得自己更是一个 baby， 会更依赖别人。哎呦，不要！哎，你是妈咪耶啊，大力一点。OK。OK， 我的脚痛啊！ Okay, thank you. 我的脚上，我的脚有痛啊。我要这个，你要那个啊？那你拿去。妈妈说她要那个垫子哎。你去买一个啦。那她叫你买一个怎么办？你再找别的。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哈。哦，这个更舒服，这个可以吗？太高了。不舒服，太高了。给她阿姨啊。好了，换一下了。来来，换一下了，阿姨。我觉得 Danny 他可能找到一个跟妈妈生活很有趣的方式，或者是他其实很希望可以跟妈妈有这样的互动，可以让妈妈跟他像朋友一样。是红的，是金色。我看是金色。什么色？嗯 ，very good。时间就是你惨哭到楼下喝酒这段期间，你谁给了你什么样的开导，让你可以用比较平稳的情绪去面对妈妈失智的症状？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啦，每次他出国，他都会 kiss 他的妈妈。那我就是哎呦，好奇怪，为什么你会亲妈妈？在我出国之前，在那个早上，我妈妈都会哦，你东西收拾了没有？这个拿了没有？那个拿了没有？然后我在出门之前，我都会亲她一下，就说 OK， 你不要担心啊，我会照顾我自己。Then 我就去 try 咯，嗯，就 kiss 你晚安，对吧？现在有吗？啊，有时哦，在外面啊，哎呀，要睡觉了，快点回家。嗯。早安。早安。妈。他亲你，你有没有开心 ？kiss 你，有没有开心？啊？有没有？不知道。不知道，你忘记了？他每天都有 kiss 你嘞、啊，有没有？现在连早你喜不喜欢早上都有啊，哦，我也要。啊。如果你要我形容之前跟现在的关系。我觉得是把握着仅有的时间，分享与他母亲在一起的时间，非常融洽的感情。对妈妈失智症之后，反而你找到更多跟妈妈亲近的方式，你会觉得幸福吗？很幸福啊，以前不可能啊。其实我的开心是从他那边来的，你不开心，我一定不开心。你今天开心吗？有哦。Happy，Happy 哈。Happy，Happy，Happy。我怕人家很羞，等我笑一笑啊。全部都是，全部都是。对对，全部都笑哈，大家都笑啊。你没有笑。好，有，我们去笑哈，要笑出声音，快点笑出声音，哈哈哈，快点，哈哈哈，哈哈哈，每个孩子都是要听父母亲的肯定啊。我问他，你有为我骄傲过吗？他说有，够了。
福你们就是永远平平安安，然后妈妈身体健健康康，然后你想做的事情呢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回响，好不好？好，祝福你们。谢谢。我看得出你们两个很爱彼此。他的脸啊好白啊。你讲阿内哈西哟，阿内阿内哈西哟，阿内哈不哟。要跟爸爸讲，怕他无力，割好了就跟他讲。很痛的感觉啊！我觉得那时候我已经失去他了，我不懂怎样去交代给爸爸。Mommy, you must survive for me, for Daddy.Peter, Peter. Yeah. This afternoon, you want to eat what for lunch? Okay, I would like to take fish porridge. You want me to cook? Now that you go to the hawker center there. 现在我要拜访的看护者是 Daniel， 还有他的父母。We can go down and eat also. Hi, Uncle Andy. 不好意思打扰啊，请问你们是 Mr. Lin 跟 Mrs. Lin 吗？是。你好，你好，我是磊鑫。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 Mrs. Lin。 你好，你们每天都来这边散步哦？啊，是啦。你几岁？我八十哦。八十。我七十五。Mr. Lin。 Yes。 你是说华语的吗？华语不可以，你讲英文。英文？你讲 Hokkien。 I try to speak English。 Yes。 You love your wife? Very much。 How much?The words cannot express it. 你们两个结婚多久？三十多年了。你们是初恋吗？不是啊，有人他说是哎，啊那他看到我就喜欢我了。It's so natural. When I see her, I like her. Then I say, "This is my girl. This is my right one."啊，你们有没有小孩？有一个。你们小孩没有陪你们一起散步哦？我的儿子去做工的时候，在我们来这边做 exercise breathing 走走，连我们就在这边讲话啦。Up, down, dirty time. This is anti dog. Then you put your arm up, your arm up. Yeah, up. Then no. Up. Put your arm up, and then your hand. Exercise and exercise.Patrick, 你们身体还好吗？健康吗？他有 hypertension， 还有痴呆症。我有乳癌。所以平常是你要照顾先生，还是先生要照顾你？我照顾他，他照顾我啦。这对老夫妻，先生得了失智症，太太又得了乳癌，他们的年龄都七八十岁了，还要互相照顾，而他们的孩子又在哪里呢？那你们只剩一个儿子？一个。你要看我的儿子吗？他啊，在附近。他是Daniel Lim，帅吗？非常帅 ，very handsome 哎。嗨，你好。嗨，你好，你好 ，Daniel。Daniel， 对。你好，我是磊鑫。中文叫国元。好。你现在有女朋友吗？现在没有啊。你是因为要照顾爸爸妈妈，所以就比较难交女朋友啊。对，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妈妈得了乳癌，同一年爸爸也得了失忆症，就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照顾，安排他们的饮食啦，看医生啊，去医院啊。你是几岁的时候发现你得乳癌的？66岁，就是每年做身体检查，2008查没有，2009查的有。
第三期很大了 ，5 cm。那你知道的时候，你很害怕？怕。我跟我的儿子讲了，我说我有乳癌了，不要跟爸爸讲，怕他我的割好了就跟他讲。怕失去妈妈。从小到大，我们的 relationship 很 close。如果妈妈过世了，留下我一个了，就跟爸爸怎么办？妈妈去做这个乳癌的手术的时候，她有交代什么吗？有啊，我们的银行户口啊，不单单只是放妈妈自己的名字啊，还是我们的合名。这样去照顾爸爸，这样要活着。就是、当下妈妈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已经失去她了，很痛的感觉啊。如果妈妈走，她也是没有什么遗憾的。可是 ，No worry， 可是 ，No worry， 我是遗憾的，就是在我这一边，就是因为妈咪走了，怎么办？我不懂怎样去交代给爸爸。我跟妈咪说 ，Mommy, you must survive for me, for Daddy。如果我失去你，我觉得今天没有我。不可能会有爸爸。Mr. Lin, when do you know your wife sick? The year, huh? I cannot remember, but I was very sad. I feel that.The world has collapsed on me. 妈咪一定要出来啊，平平安安，我们就是一家三口，就这样度过我们的人生。我安排好好 ，whether is alive or dead 啊 ，but I think of 我的儿子、我的老公、我的 brother、我的就是我要坚强 ，positive operation OK。I'm very glad that the operation okay, yeah, successful. Yeah, and mommy is where we are today. She survived for us, and we are now surviving for her as well. After operation, everything okay.Then I have to start chemotherapy. After complete the therapy, I got another 3 weeks jab. I jab first, second, third week. The fourth week, I collapsed. 就 cannot breathe 了 Straight away, they push me to A&E, they save me. 在 research 那边啊，我就活了，死就死了。This part of the story, I don't know. Like, this is new to me. 妈妈没有告诉你哦。我没有告诉她。告诉她，她 worry 吗？I think she did the right thing not telling me because I would be very worried and I would have gone crazy. 我觉得是一个母爱嘛。爱是家庭最重要的核心，可是我觉得家里也需要有一个很强的精神支柱。我今天看到这个精神支柱就是妈妈，当她的生命遇到威胁的时候，老公又失智，而且家里只有一个独生子可以支撑经济。甚至他自己都在鬼门关走了一趟，他也不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他的家人，他藏在心里10年。妈妈面临了那么多的压力跟磨难，他完全没有被击垮，他真的有很顽强的生命力。
你是怎么发现爸爸有失智症的？因为他开始忘记吃高血压的药，吃饭可能就是他吃过了，可是他会觉得哎有没有吃啊，所以我们要觉得要带他去检查，给他去那个 test 过后就 confirm 他有失智症。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双重打击？是啊，那时候我是29岁嘛，刚刚开始打工，拿回的薪水就差不多2500元。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们去哪里找这么多钱？那时候还有公益辆车啊，就是在晚上啊，爸爸妈妈睡觉过后，我还有去打工啊，找学院里面的学生啊，因为他们有演唱会啊这一类的活动到比较迟啊，所以我会载他们回家，他们又会给我外快。我的上司就是 Danny 嘛，就是那个妈妈也是失智的，对、那个、对，所以他明白我的情况，所以说觉得工作时间可以比较弹性，比较弹性一点。学院里面的学生还有同事。懂了我们的情况的时候，也是开始有筹钱嘛，所以妈妈的头期打 chemotherapy 的钱都是学院的同事还有学生帮我们筹回来的，所以我很感谢他们。因为妈妈在医院做工，沈祖生医院的同事也是协助妈妈跟她讲话啦，让她比较开朗一点啊，跟她走过这段路，拿这个机会也是感谢他们。因为妈妈在联络所啊蛮 active 的，她现在有去 exercise， 有学中文，之前不会讲中文。哦、还好你有学，不然我今天就惨。还好你有学。我学呀、啊，我每天看 China 8啊。现在有 Facebook、Instagram 吗、啊？是假的，可以去假。我今天用科技的妈妈，我今天要 join 那个 computer class 啊。我觉得他是喜欢东西，你没有想他的东西啦，你的 mind 就 alert， so that you don't follow 爸爸这样快失智症。Mr. Lin， do you know you have dementia？ Yes, yes, yes. Are you worried your wife？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take care of you. I'm worried in a way, if I'm really handicapped, then she has to take care of me. But I'm not handicapped. I can do things myself. So, 爸爸他大概知道自己的状况，可是他还是努力的独立生活，尽量不要去麻烦别人。他现在就是已经达到一个比较 severe 的情况了。他按电梯的时候，他会讲，我要电梯上来啊，我会按上啊。Normally, when I want to go up, I press the lift, go up and lift up. When I come down, and I press on the lift, go down. But now this lift, I don't know why it's sounding funny.You want to go up, you also press down. You want to go down, also press down. I don't know why. If the lift is ground floor, he press up. Then if the lift is on the high floor, he will press down. No, it's military, if I press down. See this thing one. 他忘记了啦。I think it's faulty, the lift is faulty. You blame the lift啦。他现在就是忘记吃药的话，我们怎么劝他就觉得他已经吃了啊，我们就不要跟他吵架，因为不可能逼他再吃，所以就跟他讲，我们有写一个 timetable， 我们就跟他证明说啊，你真的没有吃啊，所以你真的要去吃。现在是比较要用哄的方式。Who will remind you to eat all this medicine? I remind myself. Sure. Yes. Then I never remind you. I never call you. See, it's true. She will remind me sometimes.One that day I go hot tour. One day whole day never take BP. Until I come back, then take medicine. That's why I say sometimes. Don't admit your mistake. She concerned about you, ma.
She loves you so much. It's true. She loves me very much. That's why I love her also very much. Yeah. Then the water must finish lah. So many tablet. Where you got kidney stone? The tablet never this thing. Mr. Lin, do you know your wife take very good care of you? Yes, I know. You're not very difficult. You are very stubborn. I'm not stubborn. Sometimes that the things are you don't like it, she will say, "Sir, do you or take it this and that?" That will makes me angry. So you listen to your wife? If she says to me it's right, I'll listen to her. But if you tell me something that is wrong, how can I accept it? 什么东西是 wrong 的? I haven't start my food yet. And you say you eat already, I'll get a little bit angry. But 有时候是真的是要刺激他，所以他会才会做东西嘛。哎呀。Come, let me sit down and take your BP. Okay. BP. Adjust yourself. Sorry.我要 remind 他 take BP 吃药了没有冲凉了没有还有煮给他吃 138-80-69 OK 那他有没有照顾你有每天晚上我咳嗽他就拿 warm water 给我要不要喝水要不要 rub 你的 back Lower down. Sorry. Back here. Sorry. Okay. Then he helped me to mop the 2 toilet floor. I want to mop the floor because the floor is wet and it's very slippery. If I not mop it dry, then it may fall. I almost fell one time. I learned my lesson. All right. Let's clean. Done. Good. 我要出门的时候啊他就 remind 我了。我是 smart 的，因为 I can see 啊。Posty。And the practical。Then my umbrella。These are the very important things for her when she goes out. Okay, your practical, the posty. Don't forget to bring your key. Okay. Oh, very slowly, Okay. Right. Take care, Slowly.Then you always tell me, 你要慢慢走。要看路。看路，不要跌倒。所以有时候反而是你有些东西忘记，他提醒你。提醒我。You look after one another. That's good already. 爸爸喜欢唱歌啊。所以每天早上在那个厨房里面的时候，会冲咖啡的时候，他就会喜欢唱歌。By the light of the severing moon, I want to spoon to my heart and I could love you.每次妈妈听了几十年了，会一点点腻了，但心里面也是觉得很兴奋。我觉得没有听到的话会想念。他们的爱是很 complete 的。Peter, every day I do for you all the things. Are you happy?You love me or not? Yes,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this one, like that. like that. Yes, I love you. I love you very, very much. Next life, you become husband and wife again, can? Can.你们必须要三个人就一起到医院，对啊，然后妈妈做化疗，
爸爸做失智症的治疗，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你们三个人一起踏进这个医院？我们是手牵手一起走吧。三个人在一起 ，unity。Daddy loves mommy, so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爸爸也是 step up 嘛，他就是讲说，我还是要帮忙妈咪度过这一关，先才到我自己。我看他们这么坚强，我不可能做儿子的。不坚强，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做得到。妈妈，你看到她白天做工，晚上做工，没做工的时候要照顾你们，当时你给她什么样的支持 ？My love 啦 ，My support。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hen she said to me that time， 我不需要很多儿子女儿，我只需要一个好的。That was the drive that gave me。That I cannot fail. The strength that she gave us, encouragement, it's unbelievable. The mother's love for the son is something that I cannot give back. She does what she needs to do on a daily basis. That's good enough for me. 偶尔，她问我，你吃饱了吗？你开心吗？那就够了。那种关怀还有那种感情 ，the relationship is very very close. 所以你就是一个很幸福的孩子。OK 啊，我们的很幸福的家庭。I'm contented. Yeah.爸妈，你给我的爱是很伟大的，可是 whatever I'm doing is just a small part about me giving back。我是一辈子都还不清，来世有机会我还是会要做你们的儿子。爸爸妈妈，我爱你。Daniel, mommy and daddy will live longer to see your wedding day. Be a good person and live.A truthful life. Hope you get the best of your life. Papa and me love you very much. One kiss. 对照顾失智症者，我跟 Daniel 都有一定的认识与经验，所以我们会合作一个为期7年的计划，与看护者分享经验与心得。现在在筹备一系列的活动，让大众更加了解失智症这一方面的讯息。在6月会举办一个设计比赛，是要设计一些对失智人士有帮助的产品。The products that we do in the designathon that is happening in June will focus on the sight, the sound, the smell, the taste, as well as the touch. 好像这个来气的这个我之前看过。对对对 ，Danny 自己设计的嘛。我那时候是 Danny 的妈妈，对这个很有印象。前几天我问他，他喜欢哪一个？他这个他不要，因为这个对他没有印象。喜欢哪一个？哪个？那个是什么？Thank you. 你要讲 thank you， 你要讲大大声啊。Thank you. I like this one. This one more colorful. 颜色也可以刺激到脑细胞吗？我给你闻一个。这是精油吗？精油，对。这是一个食物的味道。对啊，如果那些病患者用tube feeding。没有能力吃硬的食物，或者是味觉有问题的时候，这个可以用成一个嗅觉，感觉到他们在吃鸡饭。对，这是鸡饭。对啊。What's happening in September is a 3-day mixed arts festival. A lot of research have proven to us that all kinds of art, visual arts, performing arts, music, dance.Has a certain impact on dementia.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we want to tell Singapore, tell Asia that we should move towards that direction. 2年前，我画了这幅人像。I tweeted him, and he suggested that I auction this painting for a charity. And he signed it when he was in Singapore last year. Hopefully, we can raise some funds from there.Because Asia will be the fastest growing dementia continent by 2050. That means 有6720万人在亚洲已经会得到失智症。So it's time to address that problem now.
Daniel, I hope you get your successful project. If you can help people, by all means, go and help. I would like to tell all the other caregivers out there that patience, tolerance, and shower them with a lot of love. That's the most essential part of caregiving. A lot of it is also about self-care. As much as you can take care of your loved ones, you must take care of yourself as well. 亲情就像一根绳子，能把家人的心紧紧相连。他让 Danny 和妈妈有机会弥补以往回忆中的碎片，再次重拾母子之间的情谊。他也让 Daniel 和父母在患难之中展现深厚的凝聚力，彼此不离不弃，心手相连的一起面对未来。